历经，奔放万里，飘荡无定。前路有阻，不减信心。风雨落多闲事，红红烈火，光照万世。风雨掠过，一样明亮。燃亮世家，点起爱心，信前头是路正不用疑惑，着信心，不必退缩，信前头是路径。国事为重。皇上这么急召见你，一定有要紧的事，你不用理我了。我答应陪你玩的嘛。不是这样吧，我请太医陪你去。你真想吃些特别的？嗯。跟我来。哎呀、怎么了？扎着手了？疼不疼？不疼。到了中原这么久，今天特别高兴。谢谢你教我钓鱼，还有我累了，你们谈谈吧。王大夫，你们到哪儿去玩？怎么这么神秘不告诉我？什么？双双公主说她不舒服。是啊，大殿下，双双公主叫我这样回复你的。哎呀，我们今天真是没有耳福啊。是啊，双双公主的确不是那么容易请得到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是不是？我应该走这一步啊！不行不行。好，原来两位在下棋，我似乎打搅了两位啊。大殿下，双双，既然你觉得不舒服，黄大夫的医术很高明，你可以请他替你看看。王大夫，看来你和双双公主好像很谈得来。大殿下，我和双双公主只不过是泛泛之交，并没有其他的。那你们今天去钓鱼也没有必要瞒着我。我怕大殿下知道以后责怪我对双双公主招待不周，所以。看来你并没有招待不周，双双公主很高兴。双双公主久居塞外，所以对于中原的玩意儿一时有点新鲜感吧。可能是吧。那你呢，周平兄？你进宫来这么久，我一直没有机会和你好好的聊过。你觉得宫中的生活怎么样？你喜不喜欢？宫中的生活多姿多彩，我当然喜欢了。你曾经救过我一命，我一直都没有机会报答你。只要你喜欢，你可以一直住在宫中，我绝不会代保你。大殿下，上次我只不过是无意中发现刺客罢了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已经很感激了，还怎么敢说有什么奢望呢？我从小在宫中长大，宫里面的人每个人都是笑里藏刀，所以我一直没有一个好朋友。朱平兄，我希望你会是我第一个好朋友。大殿下，你还有，我在孩童时候曾经和我两个皇帝抢东西玩，结果打起来了。
后来让母后知道了，母后就说我以大欺小，打了我一顿，打得我躺在床上几天都起不来。你猜我结果怎么样？啊，结果我起来那天，我马上去我皇帝的房间里，抢回他以前抢走我的东西。因为我这个人是绝对不可以被人抢走我喜欢的东西，就算要付出再大的代价，我都要抢回来。楚平兄，我们现在是好朋友，希望我们以后也是好朋友。喝一杯。好一曲春花秋月，公主弹得真是出神入化。殿下太夸奖了。公主的心情一定很好，已经听不出思乡的味道了。这全都要感谢殿下你细心照顾双双。好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飞龙愿意照顾你一生一世。我想殿下你一定是开玩笑吧，双双又怎么值得殿下你照顾我一辈子呢？啊，对了，为什么今天没看见黄大夫呢？谁啊？是谁啊？请进来吧，门没上锁啊。双双公主，怎么会是你呢？黄大夫，没想到我会来找你吧。对了，双双公主近来身体不舒服吗？怎么我不舒服才可以来找你吗？那倒不是，不过黄初平除了略懂医术之外就一无是处，公主你无端端来找我，不是浪费了你的时间吗？怎么会呢，起码你还教我钓鱼。那些是市井平民的嗜好，公主金枝玉叶不合适了。那你又认为什么东西才适合我呢？这些请恕黄初平学识肤浅，公主何不去请教飞龙殿下呢？他，黄大夫，是不是殿下跟你说了些什么，所以这几天你都避开我不见？公主千万别误会，既然黄初平拜为太医一职，就要肩负太医的职责，所以没有时间见公主。现在要为皇上赶着平安药，公主请回吧。你真是，公主，庆祝微臣有要事在身，不能奉陪。好吧，我走。黄大夫，我永远都会记着，你教我亲手钓的鱼，才是最好吃的。我希望你也别忘了你所说过的话。明天是皇上的大寿，希望在寿宴上见到你。再见。
今天这么多各国的使臣前来和孤皇祝寿，国王在这儿敬大家一杯，请。趁着今晚大家这么高兴，国王有一件事想宣布。国王今天已经进入华甲之年，或者是因为年纪大的关系，近来国王觉得身体越来越差，实在不够精力再担当治理国家的重任，所以国王决定在今晚这个大喜的日子，当着文武百官各国来使，正式宣布退位。国王和几个元老大臣商议过，已经在我三个皇儿之中挑选了一个最合适的继承王位，他就是二皇儿飞虎太子。飞虎太子上朝接旨。儿臣在。孤皇今天正式册封你为新君，等择定吉日马上登基。儿臣领旨。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想清静一下。是皇上。是你来了，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？父皇，你应该很清楚，是为了朕刚才册封了二皇帝做新君的事。父皇，我实在不明白。哦，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皇位传给我？你觉得你二皇帝没资格做新君吗？不是，二皇帝他为人诚实稳重，他大有资格。那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人比他更有资格。你是说你？我自问文才武略，处处都比二皇帝他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但是皇上为什么不封我？我才最有资格当选。放肆！册立新君，哪容你说做就做？其实你不说我也明白。你明白？是不是因为我在8月23号出事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懂得认字那年，我已经知道这件事，所以我在父皇面前处处做到最好，希望父皇对我改观。但是怎么知道父皇，你待我还是那样？我真没有想到，你是一国之君，居然相信一个无稽的梦，都不肯相信摆在你面前的事实。父皇，你实在太糊涂了！放肆！你敢对我这样说话？不只要打你，我还要杀你！来人！皇上，皇上死了！你弑君，连自己的亲生父亲你也要下毒手！闭嘴！你是什么身份？你这么晚来干什么？刚才因为皇上喝酒过多，
没人叫我炖参汤给他解酒，怎么知道？你明天对人家说，你说父皇是饮酒过多中风而死。不行，难道你想指证我？大太子，你不是曾经说过，我是你唯一最好的朋友吗？如果你今天肯帮我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有很多的荣华富贵等着你享受。我不要荣华富贵。如果你能够念着我当天曾经救过你一命，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如果今天你能够放我一条生路，他日我黄初平一定会感激不尽的。真的不肯放我一条生路，黄初平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你到底帮不帮我？如果你是人心人数的，我一定会帮你。不过要我帮一个杀君弑父的人，我就宁愿死。黄初平，太固执是没有好处的。怎么也好过为了虚荣而不择手段。黄初平，你不要以为救过我一次，我就不敢杀你。我早就想到你不会放过我的。你刺杀皇上的时候，就我一个人看见，你迟早也会杀我灭口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黄初平，只要你现在答应帮我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你不用说了，我就算死了，也不会帮你一个丧尽天良的人。好，那你就死吧。什么地方？有缘到此，如能在四仙女像前叩首100次者，当得厚赏。我倒并不希望有什么厚赏，不过既然你们救了我一命，我也很应该叩首谢恩呢。还没有黄太傅的消息？没有啊，他这次不辞而别，很可能是因为父皇突然去世而感到自己失职，所以才这么做。他真的就这么走了吗？哎，双双公主，悲欢离合是在所难免，你又何必挂在心上呢？对了，飞龙殿下现在怎么样？哎，大皇兄最近意志消沉，天天都在这儿以酒消愁。太晚了，
早点休息吧。殿下，你何必这么折磨自己呢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你，别再喝了。别再喝，我除了喝酒还可以做什么？殿下，你变了。不错，我是变了。我现在变得官职朋友都没有了。你知道我的朋友他们现在到哪儿去了？他们全都去巴结那个新皇帝，你为什么不去？殿下，你又何苦呢？你不要来教训我，我不希望听到你的教训。你走。壮壮，壮壮，不要走，现在只有你可以来看我，除了你之外所有的朋友都没有了。壮壮，我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你当可怜我，不要离开我啊。殿下，你我的前生是天上的诗与神，叫做赤松仙子。对了，你就是因为犯了天条，所以才打下凡间来受苦的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已经帮你向玉帝求情，只要你帮玉帝做到一件事，那么你就可以重回天庭了。玉帝要我做什么事啊？玉帝命你负责找回一把天灵剑，上天庭复命啊。天灵剑？天灵剑是用10000年前大魔神范攻打天庭所用的诛仙剑重现而成的，威力非常之大呀。哦，那为什么要我找呢？因为你是8月23出世，在那天出世的人呢，才可以支配天灵神剑，而天灵神剑也是为那天出世的人而设的。如果正道的人得到，就可以平魔伏妖；如果心术不正的人得到，就会生灵涂炭的。所以你要尽快找到那把天灵剑，以免落在那些魔道之人手上。以我这样的才能，又怎么能找到天灵剑呢？你现在当然不行了。如果行的话，我们都不会在这儿等你了。那四位仙子的意思是？我们在这儿等你，一来是告诉你听你前生身世和你的任务，二来就是帮你恢复前生的法力。帮我恢复前生的法力？是啊，其实你虽然身为凡人，可是赤松仙子的元神依然潜伏在你的身体里面啊。只不过你的元神被你身上的凡俗之气围困着，没办法出窍啊。只要我们四个用法力打通你全身奇经百脉，生死圆关，驱散你的凡俗之气，那你的元神就可以出窍了。只要你的元神能够早日出窍，那么你的法力就自然会恢复了。你的法力恢复了，那就自然可以找回落在凡间的那把天灵剑，上天庭复命了。好了，我们快点将他身上的奇经百脉、生死圆关打通吧。嗯。松子，你的法力已经全部恢复了。有劳四位仙子帮我恢复法力，我真是感激不尽。你不用这么客气，
我们帮你也是想让你早日找回那把天灵剑。赤松子，你此行凶险非常，你要小心呐。多谢四位仙子关心。好了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已经算到天灵剑已经重现在人间了，再延迟的话，恐怕天下永无宁日了。这，我……你不用舍不得，他日你重回天庭，那我们不是可以重聚了？你快点走吧。你生日的酒菜已经准备好了，祝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如果年年生日都是这么冷冷清清，我情愿不过生日。哈，你又来了，都说了今天是好日子，我不许你再说这样的话啊！有我陪你过生日，你不高兴吗？双双，你对我真好。我们是夫妻嘛，有什么好不好呢？我敬你一杯。喝一杯。三殿下。还叫我殿下？我现在已经是王爷了。三王爷，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啊？大皇嫂，我有份生日礼物来送给大皇兄的。哦。由明天开始，你们这儿就归我三王爷所有。那我们住哪里？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让你睡街边的。皇上有旨，要你明天马上迁往逍遥别院居住。我不去。你不去？难道你想违抗圣旨？你不怕皇上斩首吗？飞龙，那我们搬家吧。不行，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绝不会搬的。好，你不搬，我明天叫人帮你搬。皇帝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哎，不关我的事啊，不是我有心欺负你啊，只不过是你的八字生得不好，谁叫你偏偏要在8月23号那天出事，你自己的命生得太坏了，又怨得了谁呢？啊！飞龙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在8月23日出事？既然我不可以做皇帝，为什么要生我出来？为什么？天灵剑，喝一杯。不要啊，再喝我就会醉了。醉？我不信，我一定要你喝。我今天特别高兴，刚才痛骂了大皇兄一番，所以特别痛快。
大皇兄。你想不到我会来吧？我的寝宫让你乱闯的吗？对不起，妨碍你在这寻欢作乐了。你知道就好了，还不快点走！等我办完了事，我自然会走。你想怎么样？没什么，我来谢谢你的。你刚才教会了我，你说一个人不可以在这听天由命，如果要成功，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。为了成功，就要不择手段。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正想问你刚才做过些什么。你大皇兄没这么容易被人家嘲笑的。大皇兄，你别乱来啊！我知道错了，我向你赔礼道歉。大皇兄，现在才知道错，太晚了。皇上，没有打搅你的好梦吧？大皇兄，你这么说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我想来告诉你，你的皇帝梦应该醒了。皇上，微臣护驾不力，请皇上恕罪。你放心，他不会怪你的，因为他很快就不是皇上了。你我折死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大皇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放心，我暂时还不会杀你，因为你还有利用的价值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因身体不适，国家大事一切交由飞龙大王爷代为处理。钦此。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平山，谢万岁。各位亲家，现在由我来摄政，你们不反对吧？大王爷英明神武，文武双全，由大王爷来治理国家，微臣等正是求之不得，又怎么会反对啊？各位同僚，你们说对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各位亲家，如果你们有事，可以向朕启奏。什么？王爷，你要征兵加税？当然了，我要增加我们国家的军备。等到时机成熟，我就可以完成统一天下的宏图。王爷，现在大家和平共处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大肆攻伐，搞得民不聊生呢？哼，你这是妇人之见，你懂得什么？如果我们不去攻打别人，别人就会来攻打我们。做人一定要先发制人才好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绝不会攻打你们鲜卑国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……住口！国家大事，不许插嘴。原来是李将军，刚才多多得罪，请见谅。不要紧，天牢里面还有其他人吗？没有，不过……哎，行了，你们先出去。哎，李将军。皇
微臣李毅叩见皇上。李将军，怎么是你啊？微臣是专程来救你的，快点离开这里。李将军，他日朕能够重登帝位，定当厚厚赏赐。皇上不必多说了，快跟我走吧。快，有人逃走了，追！混账，这么多人抓不到他们两个。王爷请息怒，微臣已经加派人手，很快地抓他们两个回来。办得到你才好说啊，如果让他们两个跑掉了传了出去，挟持皇上这个罪名我可担当不起。王爷请放心，微臣倾全城的官兵力量务必捉他们两个回来。哇，差点连苹果也没得吃啊。管家住，对你赶跑，砍断你的脚。柴大哥，你干嘛这么凶啊？你斩断了别人的脚，人家就不用走路了。救命啊。你是谁？敢多管闲事。没办法，我这个人呢最怕人家求我了。我想我这次不管这闲事也不行了。大爷的事你都敢管，好，反正我也不跟人交差，抓着他。这个人会妖法。哎，这不是妖法，这是仙法。哎呀哎呀，想试试啊？走走走走。谢谢大爷救命！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救命！哎，你们不要说，都是被官府抽去做壮丁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是是是啊！谢谢大爷救命之恩。是，大爷法力高强，一定是神仙下凡。请问大仙高姓大名啊？哎，我并不是什么神仙，我只是想尽我的功力去帮助大家罢了。啊，我姓黄，叫初平。原来大仙是姓黄的，以后我们就称呼你黄大仙了。谢谢黄大仙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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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我也该走了。谢谢黄大仙，看看我们小红，哎，还用说，当然了。哎，大爷，大爷，施舍几个钱呢，大爷，大爷，施舍几个钱的，大爷，大爷，谢谢你啊，走开呀。历经奔放万里，飘荡无定，前路有阻，不减信心，风雨浪多闲事，熊熊烈火。